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nter， 欢迎收看 Enterbox 的 Computex 2019特别节目。这次我们到南港展览馆二馆一楼的艾迪欧展位，摊位编号是 Q0911。艾迪欧将为我们介绍 UPS 以及稳压器，此外他们也有做 USB 的充电设备，来听听他们的介绍。今天很高兴欢迎到 Enterbus 来到我们 Computex 南港馆二馆 IDOUPS 的展摊。那我们今天想介绍一下，就是关于我们 IDOPOWER 的一个品牌的成立过程。我们品牌是台湾品牌，那我们是在地生根23年。那我们主要的工厂是在云林。那我们在2009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大陆有设另外一个生产线，另外一个工厂，所以我们主要的工厂有台湾跟大陆。那我们有四大产品线，除了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，就是 UPS， 还有就是小机跟大机。所谓大机的话，就是我们可能是用在 server 伺服器还有机房上面。那小机的话，我们就是会用在一般的小型家电，或是说个人 PC 上面使用。那我们四大产品线除了我们主要自己生产、制造、研发、设计的 UPS 线以外，我们还有做就是稳压器，以及就是帮客人设计制作的延长线。那我们的延长线就是现在是智能的时代嘛，大家都有手机充电，所以我们在就是延长线上的话，我们在造型会做的跟别人比较不一样。那我们也会加上 USB charger 的部分，大型的 UPS 主要是用在机房设备。那就是传统的大台的 UPS 的话，它是很大型的，然后可能是这么高的立式的，然后它在搬运的时候还有维修的时候都是很笨重的，然后需要很大的一个人力成本。那我们这个系列开发的话，它就是上面是主要是 UPS。然后下面的话是它的电池箱，就是我们把机体是分开的，就是当你如果是 UPS 故障的时候，你只要就是从后面的设备去做分离的话，你只要把前面的主机送回来修就好了。那下面的电池箱你一样还是可以供电使用，就是变得说你人力上的成本是比较节省的，那你可能只要一两个人就可以运送回来了，不用像以前可能就是要4-5个人去抬那一台机器，然后所以在主要是设计上在维修上的比较简便。像我们这个产品的话，就是是我们的新机种，它一样就是我们是做模组化的设计，就是当你 UPS 坏掉的时候，你只要送 UPS 回来维修就好了。下面的电池箱一样，里面的电池还是供你的设备使用，你不会就是因为UPS 断电就是坏掉了，然后你就没有电源的使用，对。是因为这套产品主要是做模组化的设计的概念，然后所以就是当你上面这个 UPS 坏掉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跟我们联络，或者是说你可以把 UPS 送回来，或者是说跟我们的维修部联络，说带另外一台 UPS 到现场去帮你做更换也可以。那我们整机在国内的话是做2年的保固，那我们就是2年保固，然后3年保修这样子。我想介绍一下这支产品，这在我们国内各大通路的网络平台都有人买得到。那这支产品的话，我们叫它就是电源锁，那主要就是防雷击打人，因为我们公司主要是在中南部嘛，那中南部夏天的时候其实都有午后雷阵雨，就很大。然后这支产品当你就是装在设备上，比如说你装在一个影印机上，或者是说你装在一个办公室设备，任何一个可能是荧幕或是什么，当你今天雷击打下来的时候，它会先帮你做一个断电。那我们侧边这边有一个3段式的延迟启动开关，它会去依照你设定的秒数，比如说10秒、15秒、30秒。当你断电之后，其实电会再回来嘛，它可能瞬间就回来，那它回来的那个电流量其实是很大的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个就是秒数设定的话，它瞬间回来的那一个时间会把你的设备就冲坏了。那我们装上这个产品的话，你雷击的时候它会去吸收那个雷击的能量，它里面有900焦耳，然后再加上它有3段式的一个延迟启动时间，它可以去保护你的设备。除了就是我们在国内比较常看到的我们标准的国内市场的插头，
那我们因为毕竟是做外销的，所以我们有欧洲系列的插头，这是符合就是欧规系统。那它就是一样是有达到900焦耳的一个累积吸收能量。除了台湾的插座或者是欧洲外销的插座，我们都是做到15安培的一个安培数。就是我们接下来在国内的平台购物平台，我们会推出这个新的一个比较小型的稳压器。那它除了就是可以有稳压功能，我们一样有结合就是延长线排插的功能。那再加上因为现在是3C 智能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前面有四个 USB 的插座。那上面这边的话，就是一般你在充电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可以放手机架，那充电线的话就是直接连到这边用。那后面一样就是延长线可以使用。它再加上因为我们它本身是稳压器的功能，所以当你过载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它会有一个自动跳脱关机。那我们这个产品的话，我们做的容量是800 VA， 然后480瓦。